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董马帐寨的，后山的一个草甸上啊。草甸呢非常的大，上面就是雪山了啊，非常的近了。我们待会儿就去草甸里面坐一下，晒晒太阳。这里视野更开阔了啊，蓝天白云。这下面呢就是村庄啊，这里还有牦牛、小牦牛。我们带的还有吃的啊，看二娃提了很多。哇塞，这个风景还是挺美的哟，是不是有点瑞士的感觉哟？十号吃地了。你看这儿质量一点没到。你好，好久没有树上嘛，还要体验一下味觉。对。看这里是腊肉了，全部是瘦肉，哇！看，好干净。这个口水都出来了，感觉口水了。你吃一套。啊？我就用那一个。哦好，哦好。没盐。我吃一套。来，看看有没有腊肉，瘦两分。然后这里还有泡蒜，然后各种小零食。然后我们这里的特色还有杨梅，看还有个西瓜，把这个拿去，太享受了。现在开始分西瓜啊。哦，这儿旁边还是一整个小溪给它冰镇一下，哦，哇，不白了。这是小的，中央上的，西瓜安不安全？中央上的西瓜，是吧？后面的大雪山。西瓜吃啊，西瓜了。吃嘛，吃。太阳很大，西瓜，西瓜，西瓜。看这个姐姐防护做得很到位啊。这个雪山后面呢，就是我们的牧场了。牦牛全在这个山后，山上全是大雪。哦，叔叔叔叔呀！哦，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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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叔叔叔叔叔叔！哈哈，呀呀，擦擦擦！哈哈，哈哈，哈哈。带你们去看一下牦牛啊，这个马呢特别的那个胆小，看着我们它就跑了，吃的好安逸啊。他们都怕我，你看我一走到这里它就跑了。有点热，他们有点热，没给他们剪毛。我们也吃好玩好了啊，这天也慢慢的暗了下来，有点冷了。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垃圾清理干净啊，带走。马上，这个拿什么？他们还在拍照，一直都在拍，根本停不下来。对，在雪山下照，照相真的美，太美了。对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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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